大家好，我是乐视网编辑总监学良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独立品牌 Manufacturer Royal。那这个品牌呢，其实除了自己的品牌之外呢，它也帮业界很多主流品牌做代工哦。所以在很多复杂功能之中呢，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制作的这个机芯或者是零件哦。但是当然台面上不能讲哦。那但是我讲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印证这个品牌在技术上面。它有它独到之处哈，那它的在今年呢，在稍早的时候，它有推出一款叫 ADN 腕表。那 ADN 在法文之中就是 DNA 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系列的重点就在于说，展现 Royal 这个 Manufacturer Royal 呢，它的技术跟它的工艺还有设计上面的特征。那今年5月的时候又推出了这一款叫做 ADN Art。那 Art 相较之下呢，它当然更凸显它的艺术风格、艺术的特色。那我们先从整体来看哈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带有陀飞轮的一个复杂机芯，但是它跟一般陀飞轮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说呢，它把陀飞轮的框架呢做成正方形，而且呢，如果从侧面看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个镂空支架的正方形。那当然这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好处是轻量化，避免这个耗能过大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增加了赏玩上面的艺术性。那尤其是它采用了一个完全透空的一个表壳的设计啊，不管你从正面或者从背面，都可以欣赏到它的这个机芯的通透，这个机械的零件。好，那再来一个呢，它的特色还有一个就是，它是以这个层层相叠的这个方形框架来作为这个镂空的支架设计，包含正面跟背面都是如此哈。而且在这个支架上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图文哈。这个图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？它其实采用了一种叫做液态定位转印技术的一种手法哈。那这项技术的专利其实是来自于台湾的公司哦。那但是呢，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说，你可以先设定好一个图文，然后把这个零件呢浸泡到它的专用的液体之后呢，它就会把这个纹路就会定位在这个零件之上啊。所以每一款这样的艺术腕表呢，它理论上来讲，它的这个纹理呢跟它的风这个结果都会是不一样哦。那造就每一款它独特性。但是在这个系列里面，总共会有3种不同的样式，包含像我眼前这个，它是一个迷彩的风格。那另外还有，比如像格纹，或者是一个比较更街头的一种、更 colorful 的一种艺术表现。但是它都采用了这一种液态定位转印技术来实现这一项艺术风格，这个在业界也算是蛮少见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它表壳的部分。表格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造型跟一般的圆形表格非常不一样哦。那刚好也呼应了正方形的这个框架，在最外围好像也是另外一个正方形，变成层层相叠这样。而且在表耳上呢，它也增加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可滑动式的一个设计，让你在佩戴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更服帖你的手腕。好，它是一个不锈钢的表壳，那定价呢是在台币230万。好，那我想这款腕表最大的特色在于说呢，它是一个在造型风格跟它的复杂功能，尤其是陀飞轮正方形框架呢，在业界几乎是看不到其他类似的作品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找一款非常特别，不管是技术也好，工艺也好，比较特别的腕表呢，Manufacturer Royal 这一款 ADN Art 也许可以让你参考一下，推荐给大家。